挺温柔的，平时话虽然不多，但是他很照顾我们。然后像昨天晚上的话，他就带我们去做了集体做了美容。然后我突然就觉得，哎，团队里面有这样一个，就是像，就是大姐姐一样的存在，感觉还挺好的。B50的时候，就是他的短发古风舞是圈了无数粉，然后也是蛮喜欢他，就是现在的风格的。